觉得应该已经快触底了吧？这边都已经歪不到20了。所以火把那样子照得到这里吗？应该可以。你后面有一只西莱摩。史莱摩没关系，和平包容友善。很可爱哦，好想养一只哦。在家里可以养这个吗？下次可以带个那个啊，那个叫什么套索来。哦，什么有小僵尸？你哪来的？小屁孩无所不入啊。来来、欸，下面有凋零哎、欸。凋零骷髅啊。对啊。应该这是地狱。我们应该直接来这个地方打的。我舔个棒棒糖，等我一下，不行。好，但是之前的设备应该一下来就爆炸了，就回老家了。对啊。哎，僵尸们，不要这么热情啊！哎呦，蜘蛛骑士，他们家扛。哦，对他们还会扛人。哦，好多只，好多只，有点太热情，有点太热情。弓箭连发，哦，炼神哎，但是捡棒棒糖啊，对，没有防火，因为没有穿全套就不会有防火了。石英砖带回家，所以我来只好带个戒指。炼神 ，Go ahead。哦，没什么好东西，黑曜石家里多到不能再多。荧光石，这也还好。你还在奋斗吗？我现在正在搜刮，我只带走有用的东西哦。好啊，至少我觉得这里还蛮刺激的，说。对，变得比较刺激一点。哎，有红色字的。哦，小心一点，很会着火啊。对啊。这怪怎么这么多啊？啊，因为有身外砖啊，我把它敲掉。哎，你直接敲掉。选择不封印了，对不对？可能有点太多。下面好像是宝藏室，哎。是哦。你如果要做深怪塔，上层的还比较好弄。嗯哼，很多铁锭，还有一颗绿宝石。哇，这不错，这不错。把一些垃圾丢进去。哎呀，一些什么声音？屁屁。哎，说好不打屁股啊。哦。为什么你会在这边一直生出怪物？啊，有些生怪战，我猜藏在那个黑曜石后面。啊，哎，什么棒棒糖？躲开！我已经20等了，还不来？对，有些生怪战在黑曜石后面。讨厌！哎，哦，这里真的有点小刺激哦，悟星。但是目前血量很靠谱，就是。我要快点舔棒棒糖才能靠谱啊！我也要。又有僵尸包。这间房间有两只，那个，有两颗那个，两颗凋零，不是那个烈焰神圣怪砖，可是我不知道在哪。哦。哦，走开，走开！理智负232。我付346，天哪！哇，这是陷阱哎！来来来，各位粉丝们，不要这么急啊，我们搜刮完就可以走了。哎，你找到深怪砖了？对 ，nice。哎呦，凋零！哎呦，黑铁呢？只是要收集这些东西，真的是好花时间。乌星在哪？我现在也是在这附近。好，我需要 cover。好，我来。哦，等一下，有人扛住我了。啊，在另外一个方向。凋零。对啊，有一只凋零扛住我。我正在复原中，悟星稍等我一下。你是中毒是不是？对啊，中毒，因为有精英怪，还有饥饿，还有。可以，只是我宝石度有点补不回来。好，我补满了就换我撑。身上东西好多，我需要丢一下。来，僵尸们，换我撑，悟星，你去后面吧。垃圾好多，钻石。
不知道还有没有更深的红。你是说还在更底吗？应该不可能吧，这边已经 Y 等于10了、欸。在更底不就是基岩层？在底我记得就是岩浆吧，就是之前有看过的。底部都是岩浆的那个地方吗？对，它底部通通都只有岩浆，所以这应该就是最深的吧。然后后面还有长箱子、欸、来看一下。哎、欸，突然觉得泰拉剑好好用哦。对啊，哎呦，自从爱上了就爱不释手了。又是金苹果。我后面的集数现在都在用泰拉。嘿，哎、欸，好啦，我觉得其实后面这些箱子应该都差不多了。没有特别好的东西，是不是？对，我在想到底有没有类似什么最终大 boss 或者是什么神哦神殿的东西，看起来好像没有。你那时候走到最底还会有那个巨大 boss？ 哇，我在想会不会有什么超大惊喜？哎哎哎，好，哎、哦，被扛出去，被扛出去！喂喂喂，不然我们先不要拿东西好了，我们就直接到处乱冲啊！好，看看有什么东西。哦，那其实到处乱冲还是有点可怕的。哎呦，地狱疙瘩！我看到了生怪砖。哦，你后面有一个。哇！有个连弩的。这么凶。地狱疙瘩。真的哎，你早期如果有，可是谁会一开始就冲到这种地方来找死啊？也是啊。还有上去的路吗？中介珍珠，我、哦、画面好紫哦，好紫好紫，这是什么、啊？地狱栅栏，负590了。你负590吗？对，我负310。超恐怖的。哦，下面都是岩浆了，已经没有了。哦，啊！不要吓我，心脏经不起吓，经不起那个惊吓的好吗？说阿罗哈。对啊，耶、yeah, ，好了好了，我这个，哎、欸，你这样很不优哦，你是一点礼貌都没有。Say hello， 好，这位军丁来吃一个，又一只，这里到底是在哪里？我也来看一下好了，应该是藏在黑曜石后面吧，这种东西感觉很机车。可是我发现黑曜石上面都是哎、欸、这里啦哦、oh. 好舔棒棒糖我们再冲出去吗？这些地狱哥大家弄完吗？家里 有几百个了。对啊，好了，不缺不缺不缺，这些箱子都开过哎，钻、欸、石，哎呦，其实我觉得唯一能赚的就是这些地狱石英而已啦。嗯哼，对，其他的其实都不缺。我正在吃棒棒糖，等一下。飞了飞了，忙忙忙，这边上去的路了是不是？对对，这就是我们刚刚下来的地方。呜呜呜，了解。Hello， 那我们上去了。好啊，我们来去盖我所以。等一下等一下，下面正在发生激战中。属于我们自己的生怪塔。好了，去做生怪塔了。我们先睡一个觉好不好？求求你。我的眼睛好紫啊！不知道睡个几次才可以恢复啊？哎，到底要从哪里回家？哎，好像是这里。我眼睛好紫，楼上哦，哒啦，所以我们用了两根大火把，还剩下一根，没关系，至少我们攻克了这个地牢。呀，这要从哪里？要从这边。所以改天如果还要再下来，可能就是抓史莱姆而已了吧。嗯哼，哎，从这边。哎呀，哎，这地牢算一算，其实还蛮多层的。对啊，它一层大概有十格高吧，好多、哦。我们已经地下五楼是不是啊？真的从那种冰冻世界深入到这个无间地狱的感觉，真的地底核心啊，地心冒险啊！啊，终于上来，刚好是晚上，睡个觉，睡个觉，耶、yeah ，太好了。而且我们家再也不缺中介珍珠了，超多。来了，不行，耶、yeah, ！明天见，明天动工啊！希望不要还是负的，哎、欸，还是哎、欸、变好一点了，从负350变负292，你呢？
我刚刚是从零变成58，不晓得为什么他是，他可能负太多，然后再归零了嘛。系统已经被我们玩坏了，你知道吗？物极必反，真的。好了，我要把我的那个好多垃圾要丢一丢，魔力石板拿出来。那好多垃圾要丢一丢，我们先去做那个好了啦。嗯，那个垃圾以后再说，先丢进去。啊，反正这个箱子很大。对啊，超大，丢什么都没问题。好吧，我刚刚挖了一些雪球，所以我们可以补一下破洞。好的，你把包包整理一下，这边还有个地狱疙瘩。啊，所以也才一组半而已。啊，真的吗？不过没关系，地底下雪超多。没关系，够用就好。欸，话说回来，任务其实有送雪人呢。雪人？啊，你是说会制造雪的那个雪人吗？对，只是我们那个任务从来都没有去解掉它。可是我们要自己做雪人也不是很简单。对，那是因为我们已经有发现南瓜了。对啊，南瓜种子啊。如果早期的话就可以依靠那个鬼玩意儿啦。嗯哼，补好嘞。那我们要盖多高，怪物摔下来会死掉？能多高是多高吗？因为反正会生出精英怪，你知道吗？生出精英怪，那血量就是不一定嘞。所以如果我们要盖高，要把精英怪干掉的话，当然是盖高一点。可是怕它摔下来不会摔死。精英怪我觉得就排除在外了啦。普通怪的话，通常都是20格高差不多。所以我们只要盖20格高，那这样子精英怪没摔死啊？我知道了，我们在底下这个地方就是盖那个炮台，怎么样？就是。炮台就是专门打那些掉下来还没有死的精英怪。对，如果而且他打死的话，还可以掉额外的经验球什么的。对啊，好，这样子20格是不是？好，然后算一下吗？下面的破洞有点懒得补。没关系，那看起来就是一个造型。这里是中心点吗？木星。好啊好啊，那我们用什么材料啊？也没有什么特别建材比较多呢，我还是用鹅卵石好了。这个斧头。史上砍最慢的斧头，斧头，哎，话说你有驱手吗？驱手吗？我身上没有驱手，哎，驱手没关系，我们就一人一只，然后用鹅卵石，好，来盖这个房子，盖房子，房子，哎，对，也有观众跟我说，看要不要跟你推荐另外一个更大的包包，更大，我这样就够了啦。更大包包跟我还是一样乱啊！一二三，更大的包包主要我是拿来装建材啊，就是一些很重的东西。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，这是20楼。哇，原木制成的呢！好，你先随便盖一个在旁边，我把它砍爆了哦。好，一二三四，哦，大斧头只能适用在那种，那叫什么活的树？该死！我还想说，我终于可以做一点有用的事情。大斧头，然后他很聪明的，他只认得活的树啊。烂呢、欸哎！我想说话，宝们，你看我做这么久的事情，我果然还记得一些很聪明的事。啊，哎，不然我们再来做个有趣的道具好了。什么道具？辅助盖房子的神器，那个名字叫 Builder's Wand。你是说我们之前不是有做过吗？就是盖城墙的时候用那个啾啾啾啾啾啾啾的那个。哦，那个是那个叫什么 Fielder， 那是机器。那我们如果要当人肉建筑计划，用那个也不错哦。好，那我先把这个把它砍掉。好好，不然我做两只好了。好的，因为这个东西它需要用不稳定金属，那就交给你喽。好啦，不过它其实配方非常简单，跟之前的比起来，嗯哼，不行，你觉得我登入那个理智会还是一样低吗？我应该会彻底坏掉吧。阿神坏掉了哦。哎，话说我们之前那个 C9 是放哪去了？C9 吗？啊，我身上，不好意思。哦，我一直带在身上。哇，那个当纪念啊。对啊，这个东西炸死过我，我永远记得。是哦，那是否你要来做呢？不，那东西太刺激了，我小小的心脏无法负荷啊。
好好好，我再来做这个叫什么 Builders Wand 的。OK， 正在舔棒棒糖。Bello bell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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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ello， 啊，这是什么怪声音啊？Hello， hello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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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治好了吗？好了，我现在身上被石头飞好慢慢啊。哎，小，你可以开 F11 模式啊。哎，哎，好，这是什么梗？有，我把这一只丢给你，然后呢，哎，你身上背一些鹅卵石。他感觉好像我的那个、哦，好像我的那个棒棒糖斧头、哦，很像，对不对？然后你拿这个简称星星杖啊，然后对这个鹅卵石，有没有看到一些浮空的框框？有，对，那个框框就是用来方便你盖一整排一样的东西，比如说我现在点右键，哎、欸，我就可以盖一排，哎、欸，一，一。它最长可以支援九格，哇！对对对，所以说它有那个浴室的功能，哦，就是人肉盖房子的话，其实这个很方便。哎、欸，真的还不赖。对啊，盖一整座墙用这个就行了。哎、欸，所以我们现在这边有几个了？一二三四五六七，我们要九格对吧？我们有鹅卵石了。所以你身上有去手吗？我身上，你刚好丢给我吗？我只有一只呢。你之前有没有做过、啊？我之前没有做过去手，你可以告诉我是多少吗？我去做一只。好，去手是4139。4139，来，去手需要啊、哦，这个简单呐、啊。对啦，阿神玩过很几次啦。那个在 B Team 的时候有玩过几次。对呀、啊。简简单单的。的等等，所以今天是盖房子特辑啦。哎、欸，我一直很渴望在楼上找到材料，我还是下去楼下好了。哦，楼上的鹅卵石就放在那个很挤、很窄、很工业化的地方啊。嗯，来，我需要一个棍棍。哎呀，你就监测一下那个埋害最严重的地方，就是我的地方啊。我这边其实可以自己做棍棍，所以自己拿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嗯，我的包包里面就有七手。哎呀，哦，其实以前就有玩过了嘛。哎呦，宝宝们，我还是有发现哦。哎、欸，不要在下面评论那边讲阿胜包包里有七手，我还是找到了。有找到啦，可喜可乐。我们现在要改变它的样子，对不对？对，我们就中间是个洞嘛，所以向外九格好了。哎、欸，啥？什么意思？等一下，我们来想思考一下怎么规划。我的想法是四边用水流往下冲，然后四个角是一个8×8的平台，然后他们就会这样掉下去。啪，对，因为水流只能流八个嘛，所以也不能超过九个。嗯哼，好吧，所以我们也是总共铺九格，然后第九格是铺墙壁这样子。好，然后我刚刚来的时候，因为很兴奋找到了曲手，所以我忘记拿了软石。好，六，会降落，八，鹅卵石，无形的鹅卵石，收到哪里去？超多鹅卵石，收到哪里去？我找不到你的鹅卵石。哦，听说他在那个埋害比较严重的地方、啊、找到了，可是、yeah. 可是这边里面好像啊，在这里，它里面有、就是、个样子，这上面是什么意思啊？嗯，哦，它有三种模式，对不对？你就直接拿右下角就行了。右下角，就是拿鹅卵石，因为它那个会自动压缩。哦哦哦 ，OK。其实老实讲，这 Smart Moving 的创造模式飞行超难用啊！飞一个飞不动哎、欸，对啊，而且它飞行是那种不是那种平移的，它会有那种，然后你往后，它是变成往上，
对啊，有点像这种真实飞机飞行的感觉，可是就不习惯了。过不去，好重。然后观众就说：“阿神就叫你做包包了哦。”好，所以我现在我这边有一些软石，我要做什么？你就哦，吼也好重，你就照着我这个长度嘛，就是到第九个的时候铺个墙壁，所以我们到时候就盖一个正方形。OK， 一二三四五六七，这样，一二，我算一下，一二三四七八九，第九个盖墙壁是不是啊？嗯，一二三，一画面直直的看不到，一二三四。哎，晚上来不要去睡个觉？七八，好，可以可以。哦，好重，好重，好重！等一下，等一下。步履蹒跚啊，这个，哎，为什么？为什么 ？Build wand 要怎么用？我为什么没有办法盖了？啊 ，Builder's wand 必须身上要有材料才行。我身上不是有鹅卵石？要有相对应的鹅卵石。你鹅卵石有换过吗？换过。哎，就换成这个造型。啊，你有用那个对不对？没有。对啊，还是说我们就要用原版鹅卵石？没关系，没关系。丑丑的鹅卵石，这个看起来比较酷炫。来捆啦！快，我先把。我们是要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。哎，不是 cobblestone 吗？对啊 ，cobblestone。哎，它那个叫什么？我想想，名字叫什么 ？Detail cobblestone bricks。不是第一排第二个吗？我想想。哇，跨麦机。啊，没事没事，我看错了。它都长得很像。Detail cobblestone，哦，等一下 ，details 啊，可以了 ，nice，details， 哎呦哎呦，先放到包包里好了，重死了，对啊，把装备脱下来，这不晓得为什么穿装备反而比装备放在身上还要重啊，哼，这才对嘛，我回来了。轻轻松松，对啊，突然变得好轻松哦。哎，行，睡个觉，睡个觉。哇，我们要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啊！这个在漫漫长夜中晚上出门是非常危险的事情。是啊，哦，-220，天啊，我这到底是要睡睡个几个晚上才补得回来啊？没关系，有进步了。哎，我这个 Builder Wand 要怎么把它盖垂直的，啊？垂直就是它是依据你盖的形式去对齐的，所以说，比如说我这个地方是垂直，对不对？我就可以这样子垂直盖过来。哦，所以代表如果还没有盖之前，我还是要对，你要先铺一个雏形，然后它有另外一个附加功能，就是强制平行盖，就是你如果按住 Shift 来用的时候，它会强制只能用平行的。好，哦，了解。对，但是它没有强制垂直模式啊，它只有强制平行模式。Oops。噔噔噔噔噔噔噔，这不是哆啦 A 梦吗？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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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哈，哎，没有办法后退，这个飞行模式。哇，我觉得 Smart Wings 飞行模式有点难用啊。真的。会 ，yes yes， 墙壁很多，哎，欸，真好用，对吧，啊？然后以后新版本它还有一个更进阶版，就是 Super Wand， 它可以盖更多格。要求没有了，速速回。呵，要不要考虑一下背包啊？哼，才不需要呢。即日起团购只要85折哦。哎呦！哎呦！咻！哇！撞到墙壁！可惜感恩节特价结束了，不然感恩节特价收65折呢。你是说那个吗？黄金包包？没有啦。哦，对 ，Steam 也算啦。Steam 真的很恐怖哎！你在那几天败了多少钱啊？应该我不知道有没有到1000块啊。真的是很恐怖。嘿嘿。看一下，一二三，这边还缺得多呢。哦
哎，小，我的卵石怎么又用光了？怎么那么快了？哎，小，哇，这个卵石会重死人，真的，我没有办法后退。好吧，那顺便边盖边跟观众描述一下好了。这有九分了吗？差不多，算算看，差不多啦。然后我们就是想说盖一个正方形，然后用那种传统的掉落式声怪塔。嗯哼。然后哦，超级重，四个边就是水流，然后四个角是用这个。哎，我速度慢倒是往前走会直接后退嘞。什么东西？我现在想要往前走，结果我一直倒退路。那你，哎，你要掉下去了？这怎么回事？这是慢到直接往后退，太好笑了吧？这是什么鬼？还蛮好笑的啊！啊，完成。然后我们盖几个高。我们假定它会升 Enderman 好了， Enderman 最高三格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要起码四个高，四格吗？对，四格高的理由是因为 Enderman 才不会窒息在上面。对，因为这边我脚下这个示意就代表说这边就要铺生怪土，哎，就是说一二三，所以盖到这边就是屋顶好了。OK， 哎，没了吗？哎，又没了。哦，慢到往后退啊！哎呀，可是太快又突然暴走，你知道吗？对啊，哎呦，这连飞的都往后退，我已经不知道该说什么了。哎呀，下来了，然后我再把它拿出来。哎，我们已经到了盖生怪塔的年纪了啊！是哦，就是看着我们这样子一路成长下来，我们已经到了盖生怪塔的年纪了，有一种惆怅的感觉呢。对啊，想当年啊，还在被怪物耍着玩的啊。对啊，我已经走不太动了。你是不是也可以效仿我这种太空漫步的感觉呢？超慢。Michael Jackson 这个一路往后滑，咕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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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真的动不太了，我想把 Small Move 给关掉。有，他好像按个按键可以关诶，忘记哪个按键。真的假的啊？他有可以设定那个模式，极度想关。我先来看一下，我 Controls。不行，借过一下。哎。我不会，会不会慢慢往下掉？应该是不会吧。我感觉我身上好重。对啊。Smart moving change configs。哦。我踩着。Disable。哎、欸，你关掉了吗？它只会关掉 Smart moving， 可是那个负重的能力还是在。所以还是会倒退路就对了。应该是，但至少不会飞起来那么奇怪啊。怎么按哦？要去控制设定，因为我有改那个按键。ESC 选项，然后 Controls 哦，就是按键设 定，然后叫做 Smart Move 吗？它在那个，它有个子分类叫 Smart Move， 然后有个叫做 Change Configuration。等一下哦 ，Smart Move 太重了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我怎么没有看到子分类要去哪里找？哦，没有，它就只是有个白色文字写说这一。下面这些是 smart moving， 在比较下面的地方。OK， 啊，找到了 smart moving， 然后decrease 是那个吗？没有，它是那个 change 改 conviction， 对对对 change conviction， 啊 disable， 看啦，这样飞起来会比较正常，是不是？就像、欸、我的世界变成格子世界了，啊，格子世界。啊，没了，因为 F9 刚好的设定也是哦、那個，哎、欸，可以了，我可以倒退飞了，耶、yeah ，好多了啦，还是习惯 Minecraft 的飞行方式啊，对啊，欸、所以我们屋顶盖好了、欸，哎、欸，完成了，就在一瞬间的事情，对啊，只是现在贸然铺紫土其实蛮危险的说，
这里面好暗哦，黑漆漆的。对啊，对，不过为了达到最高效率，这个墙壁还是给它铺一下好了。你说让它掉下来的时候吗？对，因为我想说这边破洞的话，它还是会漏光进去嘛。这样子一个，哦，这么多啊！我已经没有石头了，说，没有，我身上还有，我只剩下一些些。不然，要不要来设计一下下面掉落的空间是长什么样子啊？啦，没了，我的用完了。还有，还有，还有。其实你可以带那种压缩鹅卵石，有没有？压缩鹅卵石。对，就是你都带个一组啊，然后不够的时候再解压缩就好了，这样就不会一次那么多。哦、也是啦。用到底吗？没压了，这个应该差不多了。对啊，欸、应该光也不太会这样子钻进去了哈。对，所以你刚刚算是从这个地方到上面是二十个嘛？对，没错，二十个。好。你要再算一次吗？以防我的脑袋有问题。应该不会啦，相信阿神。哎，别这样，我看一下哦。一二三四五，应该是吧？按 F 3就可以了。哦 ，F 3就是算 Y 数。等一下，好，这边74嘛，然后上来这里是94，那就是20个。哎，对，没错，我这么相信我自己，相信阿神。好啦，欸，我们的炮台要怎么做？要做哪一种的？我等一下哦。你说这边封起来嘛，这样怪体都会跑出来。用栅栏好了，这样栅栏怪物就不可能爬出来。可是它掉下来，不是照理来说应该要死了？没有，二十个不会摔死，二十个差不多是残血。哦，残血。对，因为我主要盖生怪塔是想说我们可以赚经验值哦，所以我们才要用那个对炮塔。好，我们要用哪一种炮塔、啊？有想法吗？伤害高的好了。炮塔的书叫做，好像叫什么什么 Terrain Manual 什么的。Terrain Manual。T E R 不对，不是 T R。T R 不对 ，T T T 是这个吗 ？Mar。这个应该是这一本吧，看一下，好像是这本哦。我们看一下，哎，对，是这一本 Snow Turret。No， 攻击力高，对不对？来，攻击力是这个 Damage 四二四六六二乘六，这是什么 ？Shotgun 有点三乘六 Volley Turret。对啊 ，Volley Turret 是三乘六，六乘七啊，我们就用 Killer Turret 就好了。杀手炮塔哦，是需要钻石钻吗？发射，对对对，钻石钻的，反正我们钻石好多好多，发射器，然后栅栏给那个，你那边有栅栏吗？没有它应该可能在 A 里面哦。好，栅栏，然后我们还要钻石。然后我们还要那个叫做发射器。好了，完成。Nice。现在外面晚上了吗？对，晚上来，来睡觉，来睡觉。饿。哦，我好想要一次补回来哦，这要补几天啊？心理创伤，你知道吗？负138，好啦，快了快了，负138，好好。